象征孕育生命的器皿，而白弓蛇在卢凯族传说中是协助抵御外族的重要伙伴。从木雕上的人面雕刻树木以及可考文献记载得知，在过去没有摄影技术的年代，阿巴里沃守家屋已经经历至少四代传统领袖，日治时期已经开始有摄影技术，出口处墙面上则挂放了第五代、第六代传统领袖照片。至今，阿巴里沃守家族已有八代传承，以一代30年计算。